娘莱地区的沸腾，娘莱一片平静的土地却在最近爆发的一场军事风暴中震撼。娘莱军队精心准备，果断展开行动，成功打乱缅军的计划，掀起了一场令人惊叹的军事壮举。在缅甸北部，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悄然展开，果敢同盟军以惊人的速度夺取了190个缅军据点，打破了米昂莱将军原本制定的坚固计划。这场背离寻常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源自缅军前沿基地对昂贵反装甲武器的错误部署，尤其是那些价值不菲的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米昂莱的战略巧思，米昂莱早有预谋，他们出其不意的战略和出色的军队表现在战场上赢得了口碑，无论是迅捷的突袭还是出其不意的策略，都使得缅军措手不及。米昂莱所展示的军事机动性和快速反应力令人叹为观止。战争空中交响曲，缅军奋起反扑，强武攻击机成为他们的主力。在空中激战中，强武攻击机以其高机动性和卓越的打击性能演绎出一幕幕激烈的空中对决，这场空战如同一场华美的空中芭蕾，吸引了全球目光。缅军的前沿基地充斥着昂贵的反装甲武器，其中以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为代表。这种先进而轻便的武器原本在特定条件下威力非凡，在缅北地区并非是其发挥的理想场所。出其不意，果敢同盟军的精密战术，果敢同盟军对缅军的出其不意的进攻彰显了他们卓越的战略智慧。文章详细描述了果敢同盟军的战术，他们利用丛林地带、无人机空中侦察，直接瞄准缅军部署的反装甲武器，使其失去了原本的战斗效能。果敢同盟军的行动在缅军的防线背后发动，瓦解了原有的军事计划，让缅军在战场上陷入无奈的被动境地。缅甸的骚乱局势凸显了军队在人口比例的压制下所面临的极大挑战。文章深入剖析了骚乱背后的根本问题，即缅族人口在整个国家的比例下降，导致军队难以有效压制地方叛乱。这种情况下，军队的镇压能力在骚乱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时变得越发困难。这是一场既有政治、社会又有军事层面的复杂博弈。战火燃烧的背后，米昂莱的果断出击颠覆了原本的军事平衡，也在瞬间改写了整个地区的军事格局。这场军事行动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何等深层次的战略意图？是维护国土安全，还是别有他图？军事变局的幕后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未来走向何方，米昂莱的行动必将引发地缘政治上的波澜，各方力量的态度和反应将决定这个地区未来的发展。这次行动是否导致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是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平息战火？这些问题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米昂莱作战计划出现重大失误，1027战役越打越激烈，果敢同盟军控制区正在快速扩大。首先就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打下来的地盘要有大量部队去防御，木姐、老街、南天门等要点要继续包围，还要有机动兵力随时打击缅军增援部队。有消息称，果敢同盟军已经开始在辖区内大规模征兵，要求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让其中一个孩子当兵，各村村长和族长都要开始挨家动员。1027战役以后，果敢同盟军已经夺取190个缅军据点，进展非常迅速。果敢同盟军在善邦北部的胜利将会给缅甸带来极大的影响。军人的担当，每一场战争都有其背后的故事，而军人们的坚守与担当更是其中最动人的一幕。为国家，为人民，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之中。让我们一同关注这些默默付出的英雄，聆听他们的故事。果敢同盟军为什么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呢？首先就是米昂莱大将的作战计划被完全打乱了。国际博弈的一局，米昂莱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对于这场战役的态度和立场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场战争将如何融入国际军事博弈，将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焦点。果敢同盟军在攻占的各个缅军基地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缅军前沿基地里都有很多反坦克武器，特别是有很多花费大量美元高价引进的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也是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其他20多个国家的主力步兵反装甲武器。
能使用编程弹药和室内发射弹药，特别适合在房屋内狭小空间和战壕内发射多用途弹时，破甲厚度200毫米，对固定目标射程800米，能够有效击毁轻型装甲目标。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最大特点就是又轻又实用，该无坐力炮仅有8.5公斤，不再需要一个炮兵班伺候，两个步兵就可以操作，一个人操作武器，一个人背炮弹。严格来说，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很先进，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在缅甸北部边境驻扎的缅军据点，按道理来说，战斗目标是果敢同盟军这样的游击队，实际上更需要迫击炮。无论是果敢同盟军、若开军、瓦联军，亦或是其他地方武装，都基本没有装甲车辆。也就是说，对付他们根本用不上反装甲武器。那么，在缅北地区，缅军各个据点隐藏这么多昂贵的进口或反坦克武器，到底干什么用？因此有分析认为，米昂莱在缅北地区缅军据点部署这么多反装甲武器，其实是有其他原因。在缅北电诈越演越烈，已经有10多万人在缅甸从事电诈行业，每年骗取现金都是天文数字。因此，肯定北方大国会有行动，那么最有可能的行动就是出动一支可以穿越山地丛林地带的轻型装甲部队，直接冲向老街等电诈园区。其实缅军在缅甸前沿阵地部署这么多反装甲部队，就是干这个用的，目标是来自北方的轻型装甲部队，而不是用来对付缅甸北部地区的各个地方民族武装。但是缅军没有想到的是，北方根本没有出动军队，而是果敢同盟军、德昂军和若开军三兄弟突然从丛林当中杀出来，深度工厂今日头条首发，抄袭必究。为此，果敢同盟军的行动完全打乱了缅军部署。果敢同盟军是在缅军北方防线背后发动攻势，而且利用无人机空中缅军据点，直接导致缅军部署的各种反装甲武器丧失战斗作用。因此，当果敢同盟军进入缅军军营，看到大批反装甲武器，正好可以用来打击反扑的缅军轻型装甲力量，缅军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四面佛阵地，缅军拼命顽抗。果敢同盟军已经控制老街周围制高点，北面已经进入西山区，东面控制了三大岩山脚，南面控制着126、127界庄。果敢同盟军对缅军重要据点四面佛发动攻击，但是该阵地缅军攻势坚固，守军数量很大，果敢同盟军从上午激战到下午，也无法取得突破。同时，缅军利用空中优势正在进行反扑，强五型攻击机低空火力突袭，米35武装直升机火力扫射，缅军动真格大打出手，要利用强五攻击机和米35武装直升机强大的低空打击能力扭转战局。缅甸地方武装从果敢、德昂一直到保卫军都没有野战防空能力，也没有防空雷达，对于强五攻击机不要说防御，就连什么时候强五过来低空扫射都不会知道。但是缅军的反装甲武器也给了果敢同盟军有力支持，在老街战场。老街城内有大量酒店、赌场和办公楼等钢筋水泥大楼，那坚固程度比加沙地区厉害多了。在各个大楼里到处都是机枪火力点，果敢同盟军就拿着步枪和火箭筒怎么打，而且仅有的迫击炮是驱射火力，不是直射火力，打不了楼里面的火力点。而现在果敢同盟军缴获到大量反装甲武器，古斯塔夫84毫米单兵无后坐力炮，则极大增加了果敢同盟军打据点、打机枪掩体的能力。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俄罗斯和印度，米昂莱上台以后一直在拉拢俄罗斯和印度。但是俄罗斯受困于俄乌战争，印度重点则在克什米尔地区，恐怕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出动印度雇佣军集团为缅甸军政府打仗。缅甸的事情说到底还是缅族人口在整个缅甸的比例下降了，在这种骚乱性战争当中，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压得住人口 10% 的地区叛乱，能勉强压得住人口 20% 的地区叛乱，等骚乱人口比例达到 30%， 就只能允许他们拥有一定的地区武装，当骚乱人口到全国人口比例的 40%， 军警部队就再也无法镇压了，因为根本就压不住了。